早期的一寡较老辈啊，早期的迄方面的北门遐规定也是一流的联络啊。在高雄遮、趁遮伫个遮较慢开始发展，较伫去东港哦，咧请水的时阵，有潜水下来捡一个机哦，啊来较大显神通啊咧，因为龙神豆豆起起来咧。79年在做三条的，啊做三条的当组长哦，啊就是黄通吧。这寺庙也是一手办了90年，做五条啊。这次几百年要做七条的啊，非常的庞大啊，要做上王啊，啊要做游景，做这个代志哦，也是拢用上帝有志有能哦，啊来发出福音。这三冬的疫情吼，啊，这道有来举办这个上王船，和这个传统的文化吼，结合这个社区的民众吼。啊，把这个较好的传统吼，带留落来吼，后一代囡仔知影啥会叫吼做酒加上红船这个文化吼，啊，这道有请就这个职官的导师，才做这个发挥，和这个地方上吼，这个三冬的疫情吼，平平安安，国泰民安吼，风调雨顺吼，这道吼，阮做酒吼，有一挂道兄吼，来添福寿。向平安欢迎吼各地方乡的人士吼来参加这道做酒的盛事啊！